一岁三岁个鳄鱼啊，还好吃。这次啊，我又花了600买了一个人工饲养的鳄鱼，多种几种口味啊，还好你给你交餐的。咦耶，你在咋子？我来你的菜，没我晾到太阳，你干啥个喽？咦耶，你看我买了一条你新鲜亮亮很久的鳄鱼。新鲜亮多事啊，上次那条鳄鱼嘛，我确实没吃够。咦耶，我不是叶子都很懂事吗？今天啊，我给你多做几种菜饭，还好你给你加餐的。送你等啥子？刚不给我做几餐？要了姨，等你给我烧个壶哟。要得。哇塞，好重啊你！这个洗不开洗澡，再把盔甲给去掉。我叫啥？终于把你俩打整出来了。走，我们先给那刀疤改成小坨坨。今天我们先拆一个鳄鱼尾巴，剩下的下次拆。我们先给它改个刀。哇，你们看这肉啊，好安逸哦。再把一部分改成小肉点儿，还有姜葱，再切点姜壳，开点小蒜，来吧，再切点青红椒，再切点五花肉，再拍点猪肉丝，再跟鳄鱼嘛也好味，加姜葱、胡椒面、辣白干，搅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。再把鳄鱼肉丁儿腌制一下，再把它穿成肉串儿。把腌好的鳄鱼肉用清水清洗一下，锅中加油，再来点猪油，加姜蒜壳，下五花肉爆香，下鲜花椒、干海椒，上香过后下鳄鱼肉，水分炒干后加点白酒，接着下红色酱油、蚝油、大葱，再来一罐啤酒，再来点山泉水。盖上蒸笼，现在我们把汤囊蒸起，加姜葱、猪肉丝、红枣枸杞，加水、胡椒面、一丁点黄酒，盖上锅盖蒸一个半小时，小烧烤蒸起走，这样烧点油，把这方也烤起。那会儿你都去哪两个烤？要得嘛爷，我刚刚去看我的锅头。加青红椒，加白糖醋，鸡精味精，香油，可以出锅了。哎爷，烤好没有？烤好了嘞。哎，那我们就开始吃了噻。你看我弄了两个菜教你。今天的菜丰富得很。啊。来吧，吃吧。来，这个安逸得很。来爷，多吃点。来了，过自己的噻。要得。嗯，好吃，香得很。嗯，我吃我烤出来看。嗯，要得，香得很，真是。嗯，嗯，真好好吃。阿姨的好，来姨，吃我这种。阿姨，现在我又吃了个喽，好吃得很。